这个是你盖的耶，这是我会做啊。哇，一模一样耶。因为我也会做。那怎么没有小屁孩？你看，这个也。如果盖这个小屁孩呢？那就有那个鸭子的。这个你会吗？这个很难耶。这个我会啊，我只会做这个。哦，那小屁孩怎么做啊？对呀、啊，因为那个……那你自己去问拿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有这么多玩具啊？因为里面有，那我来做一个啦。做一个香肠卷。有小面包。做一个安排满。不是，做一个吐司超人。为什么不会做吐司超人？哎呀，你要做什么的？我要听耶。还可以这样子啊？对，可以。哦，这是香港角落蛋。老板，你看，大楼，这是你盖的房子。对。然后我这边还要用一个板子，这样。是，你盖的这个房子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时钟，然后这有叮叮叮叮。哎呀，你搁来烧声啊！看，这然后是铃铛在这里，然后这样叮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哦。对，嘿，你偷放屁耶！好臭。没有味道，那个是妈妈放屁，赶快录。你乱说。那你哪有闻到好臭？爸爸，你那边有，那边小人国有。对啊，你要用这个，你要组装一个小人国吗？可是我不会组小人国。嗯。我不会组这个小人国的。可以呀、啊，慢慢煮啊。这还很小啊。对呀、啊。嗯。这是用线的。用线。你看这个一条啊，看这都是拿着一条一条的。这样啊。很像线的大。哦，わかりました。要不然那你就看这个。